快捷汉语一加一。快捷汉语一加一。第十五课，冬瓜。第一幅画。词汇。是。事情。冬瓜。八。对话。老李和他的未婚妻结婚了吗？他们已经结婚了。老李的妻子要干什么？他有事儿要出去。谁在家做饭？老李在家做饭。妻子对老李说什么？他说，我想吃冬瓜，你去买一个冬瓜做菜吧。第二幅画。词汇。菜市场。付钱。秤。对话。老李去哪儿买菜？他去菜市场买菜。老李买了什么？他买了鱼、肉、蔬菜和一个西瓜。老李正在干什么？他正在付钱。现在西瓜在哪儿放着？现在西瓜在秤上放着。第三幅画。词汇。厨房用品。锅、刀、碗、盘子、勺子、叉子、筷子。切，一边，一边，心情，愉快，愿意，看上去。对话。现在老李在干什么？他在厨房做菜。老李用什么切菜？他用一把菜刀切菜。老李为什么一边做菜一边唱歌？因为他的心情很愉快。老李愿意为妻子做饭吗？看上去他很愿意。第四幅画。词汇。老公、老婆、真、能干。对话。谁回来了？老李的妻子回来了。老李的妻子看见了什么？他看见了老李做的一桌子好吃的菜。老李的妻子觉得怎么样？他非常高兴。他在想什么？他想，我的老公真能干。第五幅画。词汇。突然。记错。继承。对话。现在老李端来一盘什么？他端来一盘切好的西瓜。老李的妻子怎么了？老李的妻子突然生气了。老李的妻子为什么生气？因为他要吃的是冬瓜，不是西瓜。老李怎么没买冬瓜呢？他记错了，把冬瓜记成西瓜了。第六幅画。词汇。晕，一样，南瓜。对话。老李觉得怎么样？他觉得头有点晕。老李为什么头晕？因为他一直在想冬瓜和西瓜的事儿。冬瓜和西瓜不一样吗？
不一样，冬瓜是蔬菜，西瓜是水果。老李在想什么？他想，冬瓜、西瓜、南瓜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瓜？